你说一下吧。有点辣。别。二十多分钟还有很多。不要小心。收一级没？要晚点啊。频道阿兄又饿了，这一次呢，我就在海底捞前面。为什么我来这里？因为我要挑战海底捞大胃王比赛。我这一次呢，有做了很多策略，你们看我的影片下去，跟着我做呢，肯定成功了。所以我们限制了15分钟，我们解决给他40分钟，不用15分钟。这次还有大胃王好朋友来，我的老伙伴终于来了，英杰。所以他现在就是在我前面啊，你今天呢全部听我的 ，OK？ 我全部有计划，连夜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东西呢，就是第一个 step 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来拉屎的吧？ One eternity later。 我还有钱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坐到店里面来啊，已经放得很干净了噻。OK， 都完美。进来这里呢，大胃王挑战呢，它是有说明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开始就要签生死状了。然后参赛者必须满18岁，然后不会对任何动物过敏。来。OK。这里呢，他们的挑战呢，就是讲说你40分钟如果吃完来讲的话，免单，还有一个600块 voucher。如果是在50分钟吃完的话，它就是一个38仙。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时就是60分钟，就是28仙。如果你吃不完不用紧，你打包，还有一个12仙。到底是他给我上一颗还是我给他上一颗的，就敬请期待。然后你全部跟着我的 plan 去做就好。计划由我来操控 ，OK？ 所以我们就参赛者姓名，参赛者姓名 ，OK？ 所以我们生死状这个签好了啊，后面还有你们，两份都要写啊，两份都要写哦，大妹 ，10 minutes later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好了，可以开始计时了。啊，对，就是啊，直接来啊，直接来啊你，我连呼吸都没有了。我没有这么快啊。我们计划一呢是什么？就是吃火锅最重要先煮汤，煮汤靠什么？肉，所以我们先下肉，我们先把桌上的8样肉搞定，然后你们也看一下我们桌上现在有的食物有什么。这里还没有上完，还有10碗豆腐花，然后前面还有2个炒饭，是不是炒？就是要顶好甜味的。这个3鲜汤里面的蘑菇跟鱼丸是吃完的，然后这个糖瓜跟番茄是不需要吃完，饮料跟酱料也是不需要吃完的。饮料还可以加吗？饮料可以加。它就是在里面下陷阱，蘑菇跟鱼丸都有放。那个。OK， 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准备好了。开始加菜，我就。就是你们的肉准备先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OK， 你计时。1、2、3。声音下来。没有，英杰，你慢点。还是你先等。我们先下一个2、3碟先，不要紧张。OK。还早，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。这一盘菜你就饱掉。这个冬菇跟鱼丸都要吃啊，有点伤哎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一波我会夹干净啊，准备就可以夹干净。你在等的时候吃掉那个炒饭的那个？嗯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这样子你就错了。你要先怼完那个米。对，最难的先搞定好。你要先吃完肉粉，你可以练一次别的。你都不会的，还要叫我？我会，我就坐外面了。开始了，我们先不能浪费时间，虽然没有点，其实也不会煮太久。
个。喂，这不你刚刚慢吃的嘞？嗯，我们吃一点。有点辣，别，这煮很久了，不要下去啊！这个煮很久，吃又不能够直接吃太快，变胖。这我们一定要把肉解决掉，因为比赛吃相会有点难看。快上这个，快上这个，我嘴巴麻掉了。六分钟过去吧，二十多分钟还有很多，不要小心。你空腹来啊？对，没有啊。我早上吃了很大碗的拉斯卡纳。啊？绝对不会空腹来吃，两下班就饱。可以帮我用这个碗装一瓶冷水。装一瓶冷水。就我的计划，炒饭是最后一步，就是先吃了豆，吃了炒饭，再吃豆花。这边就给它滚，等它滚了，我们再把肉片再丢进去，可以吗？就这样。So easy, man. 一分钟了。啊？分钟要两次，等下吃完豆花你就豆花塞吧。说到这里，我开始有点想白搭。你是要挑战免单呢，还是要最快？不想要，我只想免单。分钟把肉全部都干掉了。好，现在这边。再吃肉，再吃虾壳。没有啊。
光害的噻。有点。不要害人，然后呢，那个。哎，在干扰我们。那吃下去啊，一碗饭后面就拿走。他在干扰我们的计划。现在已经十七分钟。我们姐姐给喊了四十分钟，不用十五分钟。退缩了。喂喂，现在吗？喂，白玉姐啊，我老黑，才都不难吧？下下下，都不会就下，那嘣，那还乱走，最后。差不多了，都把气排完了。你吃到一半去拉肚子。不过你跑出去上厕所回来那时间在里面很紧哎，很差劲哎。先把肉吃完先，最不想看到东西先清掉。还要拎走。那林杰跟出去了。太多了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那是草，所以出来马上去厕所。要晚点啦。有点无期的感觉。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遥远。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就我们煮完这个，就是你的最后食物啊。还是要炒饭吧。我才不在前面。谢老唐。我最后呀，那个那个，他夹起来没有看到，他一直在我世界里面存在的。只要你现在告诉我你讨厌我，我就永远在你面前消失。哎呀，我要这样听。还有最后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对，哎。在里面的吗？不在里面的，你可以不要动啊，不动啊！原来还有陷阱。越漂亮的女生越危险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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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呀，我好。
不要加油啊，我不能走你走。对于穿车一直来讲，这个已经很有点快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。哎，你真聪明。我叫我蔡姐姐接下来搞定。吃完菜我吃完菜你杀掉我、你吃完菜啊，然后炒饭还有饺子等一下就搞定，吃一盘罢了。怎样？还要豆腐啊？我们要讲再来一次点。他的饭是压出来的，看到吗？紧实，硬挤给你吃。哇！我猜珍珠米，大颗啊！So easy, man. 我只是要吃完嘛，不能浪费，太高估了。你不会讲你不可以，人家讲你可以，我胃口也不可以。你还觉得你还没有吃东西？我感觉那食物已经顶到火了。你是在骗你自己？你还没有吃东西？哦，失败了！我们的免单失败了。打吧打吧，还没到最后不会吧？我赢到最后。你垃圾啊！你以为像以前这样大吃的没有？我在公司你就有最好的人选，这样也是啊。这豆腐我接受不了，我不吃很多，还这么多。啊？吃完饭了？我吃不了。吃馒头？食唔落有啊我，我食唔落咗，点解啊？啊？我知道你想厕所。刚吃不完的那个要给谁？啊？怎么样？太痛苦了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没有，好难的。其实我也不能。这肥了我。在努力着，我们大哥，最多吃不完那个饭吧，其他的，顶哎，我们大哥，我是直接在痛。喂，这个，哦，谢，马上吃饭。你这边要多少？38000。我把这人在，你还在痛啊？你要上厕所吗？100、700个。哎，太惨了，一个人解决了。好，玩吧，不玩了。要上厕所，那我帮你暂停。不要，我搞定。厕所。
我觉得我可以去上一个厕所，我头痛。不要讲。需要上个厕所。上个厕所。可以暂停五分钟。现在没有，这里的东西能不能都玩了？没有动。要玩了了。要玩了啊！我就抓我队友了。One eternity later。说完就说不了了。被控制啊？嗯，我来问啊。就是顶着而已。太小的话，我再讲。哎，我们这还只有十分钟，吃不完的话怎么办？打包。哦，就是吃不完就算是打包了啊。是总共十二八千。哦，不错，算在十二八千是多少钱？29多。29多。好丑，拿钱出来呀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女儿会赢。你这么有自信？我不像你，我老了，飞机。我在打嗝的午餐肉味道。只要不是韭菜味的，真的是不行，我也是不行，我还炒饭根本吃不完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那我们就结束时间。高一级人，毕竟上两年级我都要四肢脱老的人了，还玩这些东西呢。真的不在自己能力范围，年轻的我肯定是做得到的，毕竟我的实力都摆在眼前了。如果你有再帮我吃多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这边是完。我尽力啊，有办法。低袖吗？我不炒开点水。哦。偷香了吗？我们偷香。哈哈哈哈牛逼！偷香了，我偷香了，我偷香了。我们很过分，还用压人啊！眉孔是很紧紧啊，死死的。我们做不到最快的，可是我们做最快投降。要骗我？我已经知道我大胃王是不能参加了，还是不要打我。没人会找你的。这个影片过后没有人会找你。为大家现场现在直播报道。现场直播报道一下啊。9分钟，哇，基本上就剩下这一点点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，哎，牛逼耶，牛逼啊，9分半差不多完了，9分3秒，不好看到，这么长。 So everybody，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，根本吃不完，太难受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很难受。它是火锅，它是烫的，你要怎么40分钟硬吞的话，你讲的你会烫伤。然后还有一点的就是肉，8分整的来讲是很多很多很多。你不要讲肉啊，那个炒饭下去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他那个炒饭哦，是那种很多饭然后全部压在一起啊。然后英杰中场就你们都看，他实力不想当年了，我也是实力也不想当年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这边只能讲说挑战失败了10分，然后我们连60分钟都挑战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撑死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是选择打包，然后拿了一个12%，多得是305块几毛钱。不过你讲这个价格也是划算的，说还是值得了。今天吃到这一餐还是值得的，因为叫做奋斗片。因为你平常叫300块的份也没有降过。对，有错。我这边我没有想到，我一个人可以把水饺吃完。哇，那水饺。馒头我吃完，豆腐我也干完。可是你要不要吃到几片呢？我也是干完。那豆腐就是炒饭，还有一碟午餐肉，还有那个菜。可能是胃口问题啊，因为它有些那个味道真的是。不行，影片上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挑战。不过他7月办一场，现在8月又在办一场，我才8月脱不了嘛，可能他9月还会办一场。
所以这个影片在八月头上的话，朋友们就有机会去挑战了。所以我希望呢，有挑战成功的朋友们呢，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你们的实力到底在哪里。这里就是要结束了，喜欢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点开小铃铛。想要拍什么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在下方评论哦。拜拜。旁边啊，我因为我在我的微笑，我的背一样很能装。